OK，Hi，我是 Jane from Sanakan，我要分享我妈妈一个 life flashcard 样的见证。OK，我妈妈是有三高的，她是61岁，她是血压高、胆固醇高，还有血糖高。然后她的多血压，高？血压是一定是 above 130以上的，吃了药也是128啊，然后是80啊这样子。然后她的心跳是一定超过100。OK，他的脚呢，就一直以来都很麻痹的，然后他已经很伤心啊，他就是很像很 desperate 这样子，他可以那个太阳晒到热热，那个 taro 啊，外面那个 road，他晒到热热，他就脱鞋子，因为他希望他的脚有 feeling 啊，他就走出去走来走去，可是他的脚也是没有 feeling 啊。所以，上个星期五，当我拿到这个 Life Extra 样的时候，我就给他 test 了。他就星期五晚上吃一包，星期六早上跟晚上吃一包。不过星期六的时候，他就跟我讲：“哎，我的脚好像硬硬哎。”我讲：“哦，不要紧啊。”然后他就量他的血压，他的心跳已经是80多。星期天的时候，也是早晚一包。可是他跟我讲，他的手跟脚臂，然后对，星期一的时候也是早晚一包，可他就跟我，他冲好完凉之后，晚上的时候他讲，哎呀，我的手跟脚很痒哎，怎么这样子一直痒？然后星期二他就早上一包，他就 OK 了，然后到今天是星期六，是一个星期了，然后我问他，哎，妹，你的血压怎么样？OK 吗？他讲 OK 啊，然后我的心跳哦才70多，这个是很开心了，因为那个心跳你低了就好了，就说你的 blood flow 是好了，好，我的分享就到此，谢谢。